准备点鱼吹爆，不是鱼泡啊，鱼吹不去了，给它收拾干净呢，洗洗啊，把它洗净。锅里给它添水，鱼泡下里头，你要愿意动它呢，拿那个锥子给它捅咕捅咕，啊，要不它容易崩，那崩脸子得几个泡。水开之后煮一会儿啊，都给它煮爆炸了，啊，洗啥呢？渣吧，开锅煮个半分钟就行。锅里添油。葱花蒜末，少来两个辣椒段，来三个花椒粒，辣妹子取其颜色，没有的不得意的你就不高它。干锅酱少放啊，这玩意口挺重。豆瓣酱得意的你就来点，不得意拉倒，我肯定不放的，给它扒拉扒拉出香味儿的，扒拉出香味儿之后，鱼泡给它下里头，放点那个青红线椒圈也行，象征性的翻两下子，来点这大绿棒子。哎，你给我一瓶大绿棒子，我要与你勇闯天涯。这大绿棒子往里一倒，这小腥味儿，嘚儿家伙下稀巴，再给它少来一点点水，不要太多，退一会儿，怕它不熟。再来点盐、胡椒粉、糖、鸡精，盐一定要少放，因为那个干锅酱它有口，你放多了嘎咸了。用水稀释。汤是滚开的，你要不稀释，胡椒粉往里一下子咵嚓一下子全磕顶上。这汁儿不收的差不多了吗？一定要那没有汁儿这玩意儿啊，做干锅的时候。完了最后一项，来咱家的红油。哎，红油往里一放，这小味儿怎么地？嘚儿家伙上来了啊！给它搁了匀乎的出锅，这样式的就好了啊。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，但是得让你的胃满满登登。